布袋戏角色一页书经典台词，侯市长也来引用一下。这书如棋啊，乾坤莫测。刚开始，尤其在热身，一不是一，三不是三。被问到朱主席拿中华队比喻选情，但被乡民酸，中华队很常在下半局被打爆，这一不是一，三不是三，似乎就是在说民调只是一时，前半段是热身。这一页书名言，政坛也不止他爱用。世事如棋嘛，变化莫测。这是在致敬王金平吗？毕竟前院长已出手要帮忙整合党内立委。然而柯文哲来势汹汹，侯友宜也罕见酸了他。柯主席的花言就像烟火一样，看起来很漂亮，但是风一吹就散了，尤其很多不是事实。酸柯文哲说话如烟火，咻一下就不见。民调轮第三，侯友宜转手为攻，轰柯也打赖。赖清德挽为医生，新北市政府积极的配合，司法在调查当中，用选举造谣的语言，这才是我们最痛恨的一件事情。赖清德要新北说清楚孩子戒断症状，还有是不是有彩虹药水。侯友宜炮火猛烈，但绿白轰完后，最重要的期末考将到来，也会直接的来回应同学的题目。台大这背水一战，青年形象能否止跌回升，或许就看这次了。TVBS新闻李明辉、庄浩玉，新北参谋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